这个时候，这个普丁做什么呢？根据北韩官媒朝中社的报道，普丁致赠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一辆俄国制高级轿车。那么这也不免让外界联想到，金正恩去年9月访俄罗斯的时候，普丁是。 有邀请他试乘俄国制的Aurus的豪车，但不确定普丁致赠的是不是就是 Aurus。那么金正恩胞妹金宇正已经代替哥哥向俄罗斯致谢，强调这是最好的礼物。但是普丁致赠金正恩豪车的行为，恐怕已经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